一共交3000万。1000万，行就行，不行我走。今天冒着大雨过来收货，要不要我坐这里？坐下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木纳的杨梅皮。老木纳，老木纳。袋子嘛，细了一点喽。嗯。啊，这个袋子这么细。我没有刷耶。没有刷，刷也没有了，这个料子。你需要点刷的这里，哎呀。嗯，但是这一片哦，还有点雾层，这个料子这个种还是行的，就袋子细了一点。像这种料子的话，色还是会进去，就是玩一个种了。多少钱？8个亿。多少？8个亿。8个亿。对。你疯？怎么？哦，缅币，缅币。嗯。是疯了。缅币，2000万。多少？2000万。拿来。放下，不要动。哦妈的，那么小气鬼，你哪里过来的？你不是打电话叫我过来的吗？哎呀，你是电话打错了把我打过来的吗？好好说，什么2000万？这个东西我觉得差不多了，2200吧。不说。2200。恭喜你有几岁了？有几岁？我20岁。20岁的哦，你翡翠真不懂。翡翠不懂啊，我不懂啊。对。妹妹，你这个真的太高了嘛？我觉得。傻的。这个料子，你自己看。怎么开呀？我没有刷子，就是刷子这里。水头比较短，像这种料子插进去的话，万一它总水不好的话，这个料子就垮了。2300。哎呀，美女呀，怎么？2500，不说了，不要啰嗦。好好说。2500，得不得？不买。别来拿，别什么？别来什么？不说。可以了，我觉得2500万是不是？不买。也有好几万了。哎呀，我们好几万。你这种料子嘛，你拿你顶多在矿场上可能就1000多万了，是不是？不买，美女，我说你什么？真是顶不住，你料子顶不住呀。啊、哦，我不懂料子。2300，2500。2600。怎么你说一什么这个？好好说，一口再说。2800卖就卖，不卖算了。这么高？卖。行，拿下。2800，上一个还有没有？还有用。来，我要看一下。来。还有用的，看一下。妹妹，这个色太干了嘛。面沙沙。太干了嘛，这种拿个摆件给我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看了吗，东西？我干嘛什么？面。这是什么色？这个。这是什么色？你看了吗？这个什么色呀？你说呀。我不说，你说。碧阳绿。对。哈哈哈。你说的那么翡翠？一点种都没有的还冰洋绿，我告诉你们，像这种料子的话，正常我是不会买的，因为它没有种，没有种的东西的话抛不起光。像这种料子唯一能体现它价值的地方的话，就在于给它整体雕一个摆件了。怎么说的呢？1000万买了来雕个摆件。我买这个。多少？1000万。多少？最低价8个亿。下一个。不好意思，8个亿的东西我们买不起，换一个，总都没有，还叫8个亿，真的是。还有没有？还有，看一下，墨翠啊，玻璃种的墨翠，还玻璃种的，我看看，哎，咋回事？掉了，捡起来我看一下，妹妹，挺漂亮的，种也不错，玻璃种拿不到。看玻璃种的墨翠，一个小冰种，黑豆也挺好的。像这种料子的话，适合做界面。像如果说一整个一雕起来，做那种随行挂件的话，也非常不错，很适合男士佩戴。布劳雷，5000万？什么？5000万？对，500万。你说？500万，我给你收了，500万。对，那么好的墨，干？都干什么？拿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的妈！你不要自残，我可以给你加一点。600。我说的5000万，你说的500。哎呀，600。太低了，你给。600的话，我算一下。太低了，那我们算一下。差不多。800万，我给你收了，我拿着。啊，我这个做蛋面，我还要薄的，是不是？啊。我觉得黑柱子的话，有些地方还欠缺一点。一口交3000万。1000万，行就行，不行我走。不行我走，打电话。不行算了，不行我就给你们拿这个。买买买买买买。
卖了吧？卖。OK。那刚才的2800的1000，3800。3800。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你去我公司拿现金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你的手机呢？来，我给你发一个。来，我给你发个位置啊。好。以后把这个料子给我拿到公司去。对对对。我发给你了哟。好的。看到没？以后送去公司啊，这边。好。哇，我今天都淋成落汤鸡了，来找你拿块料子也不容易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吧。好。走。走。再见。